妖人亦行犯案，皆因太白星离宫八年，身陷囹圄，尚未归位。国师所指，莫非系狄仁杰？我命你为钦差，专办焚尸案，喺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。得罪国师会遭天谴，可以不顺，但系平安符内有 QK 就走唔得。仲做乜嘢凶手焚尸案？根本就系太后指使国师所为。我顺应天意继承大统，就系因为我系女人，竟然落得如此慢。我奉天后谕旨，寸步唔可以离开。赤焰金龟，赤焰金龟并非中土所有。鬼事！此处并非你哋应该嚟嘅地方啊！你所讲嘅赤焰金龟究竟藏喺边度？我睇啊，你就唔好理呢件案啦，牵涉此案之人，非你能够惹得起嘅。你边个？You